的地方啊，第四关啊，第四关，然后呢进去之后啊，进去之后就是免税区了，免税区，免税区你就可以自由的活动。好，你们看看这人多不多，就在这边了，还是来这边逛比较好。对，这边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东西啊，大部分都是大陆进口的，衣服、鞋子啊、包包啊，什么都有啊。现在人不算多，晚一点人会更多一点，左右两边都可以看得到。